马化腾你废了，和平精英你们废了，你俩废挺顶的了。我以前抽车币啊，抽轮盘，我都是硬点，我感觉我巨亏。最近我不知道怎么的，我就悟了，实战，咱多说无益啊，实战见真章。今天我不给他俩干破产了，我算他俩夹得紧。就是我说白了，之前我出车币吧，我有点虎，我老是保护率153都保，有时候430我都保，三次153点去不涨星，430点去涨一个星就炸了。现在我不了，兄弟们，我学聪明了啊，保到三星四星，然后补就博概率啊，看啊，保，看哎，普瑞没碎了无所谓，兄弟们，我就赌这十多手能有一次是成的就可以了。哎，怎么样啊，兄弟们？感受到我思维的提升了吗？现在碎了无所谓，这才第几手啊，兄弟们？我老碎呀！哎，这下成了，给我成一个两颗星吧！我这个号垫的太，又碎了！我去你妹的！去你妹的！去你妹的！没准一下给我涨三颗星了，兄弟们，直接点吧。舒服了，两颗钱，兄弟们。飞行器垃圾，干碎就碎吧。那1200要抽不出这个枪，我也不玩了，兄弟们。成了，好像是。完了，绿色的，再过一个，碎了。差一点我就圆梦了，差一点我就圆梦了，差一点我就起飞了，兄弟们，我就差一点我就起飞了。我操了，这真太黑呀、啊！我直接点了吧。我操，又一颗星涨，哥们儿，你这让我咋弄啊？那去你妈，碎了我也不玩了。哎，过啊！这下可亏了。又碎了，这 A 上来了，兄弟们，换车币需要2880的碎片，分解就给你2700，你还收上手续费了，马化腾。需要给 K 吧，别的没什么用。六个置换徽章，3600，你们说咱是买现成的枪械升级徽章，还是自己抽啊？买现成的能省不少，买现成算了，840能买六个，就比自己抽800多，他妈抽不出来呀！主要是节目效果，兄弟们，告诉我妈，我不是孬种。现在我们就是用最理智的方法，对吧？这51我们就不点了，停一手。这枪械升级徽章不来了吗？平 A 直接三星，六一车币拿到手。我再平一手肯定碎，兄弟们，我太明白了，还是碎。我不明白。We're nothing like you, a wall and lie. We're nothing like you, and you don't get away. 平一手，让他碎。这个我看了他不爽。这个可以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可以，这51可以点。OK， 兄弟们，机会来了啊，兄弟们，全场来，把你的眼光不要离开我转动的球，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两。我这150点了一下，我手残。哎呀，我，哎呀，我操！我这450，我操！这要涨一颗星，我操！我去你妹的！我成了！我都已经愤怒离场了，兄弟们。还可以吧，兄弟们。
跟火麒麟似的。这他这拿的是啥枪啊？这是这是啥呀？这好像从卡布登从裤裆把枪伸出来似的。那咋还中弹幕都打上谢谢了？谢谢大白，这个不好看，我不升级了。哎哎，你们拿我当实验品的是吧，哥们儿？哐哐一顿给我洗脑，我本来这个枪我都不打算抽了，哐哐一顿给我洗脑，给我洗抽了，我抽完你们扣上谢谢了啊，老铁。宝贝儿，这个是咱俩做的吗？你好好教教我啊。他放的什么？你按那个顺序放就行。兄弟们，我已经一年多没打过和平精英了，正好最近刚忙完结婚的事儿，应广大粉丝的要求，手雷拌饭现实返场。听说和平精英还和麦当劳联动了，俺哥俩看看和平精英现在变成什么样了。这广州塔啊，上海大学。哎，咱俩上那个麦当劳游乐园去看看呗。哎呀妈，就认吃。哎，兄弟们，汉堡咋做呀？发言人瞅半天了，不会做呀。那地上有那个黄色亮的汉堡，站旁边点那个做汉堡，然后就给你分配到这个点、哦、点那个做汉堡点。哦，等待等待。哦，宝贝儿，现在是咱俩做的吗？你好好教教我。他放的什么？你按那个顺序放就行。肉饼。啥呀？我刚才我肉饼姐。啊，黄瓜。盖盖，那个你别倒，没有那个饼，你别瞎点面皮儿，点点呀，这点芝士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别动啊，来底盖 ，OK， 生菜铺的，是 OK 牛肉、芝士、鸡蛋，什么鸡蛋、芝牛、芝士、牛肉 ，OK， 黄瓜，芝士。你懂饼儿，哎哎，盖儿呢？哎，不，你这啥意思呀？那我没拿着它，它跑太快了。这个你铺大了鲜牛肉干啥呀？那不吃香吗？吃香啊！别玩了，咱别整了，咱俩去玩那个什么薯条迷宫吧。他说那个也好玩，这咋走啊？跟我走。跟你走。对。走吧。走，快快跟上。大哥，这是迷宫，这不是百米冲刺。你跑那快干啥？你不得看道吗？这跟你这比的是谁跑得快呀、啊、跟你。不是，人家你看到咱这就到终点了，应该你看这迷宫。他们这头套怎么弄的？这个领取鸡腿，你下来。哦哦，他给他充气儿哦。哦，哎呦，头套了。真的啊。你打呀打呀，你打打这个，打这红按钮。气球爆了，你就有道具了。来，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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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吗？哇，获得了，获得了！兄弟们还记得我们雌雄双煞吗？重出江湖了啊！兄弟们，我俩准备去参加黄金擂台赛了啊！怎么参加呢？啊，在这左上角更多和平人生，右下角有个擂台赛，看见没有？点进去报名，完事儿开战。老毕拿个盾牌跳下来，你得把你自己当美国队长了。做汉堡吧，来吧。哟哟，今天我们两个来做汉堡，碰到我们的敌人他都别想好。就是给的调料有点少。哎，那酸菜、哎、OK， 盖盖盖 OK OK， 汉堡装袋。芝士来人了！我操！这小子挺欠呀，臭小子！再让我碰见你，我一定毙你！美好的一天从背起包开始，没朋友的日子也没什么意思。看，这干啥能吃啊？吃个屁！到时候把这个桶，我可以给它摆到地上，然后我可以就躲在桶里。当老六阴人，我吃个鸡腿尝尝呢。鸡腿能吃吗？哦，光在游戏里吃多没意思呀，兄弟们！一边打一边吃，哎，得当会老六，当会老六。哎哎，我快快快，我看着人了，我吓死我了！哎，看着吧。
哎，嗯，就剩这一个人了。哎呀，挺会玩。飞燕，你说他会玩啊？吃着零食就给人干了，看着啊。啊！还扔呢，还扔呢。哇！